嚟到水族館，當然係睇海洋生物。不過金粟蘭州嘅水族館仲能夠欣賞川劇變臉。呢個可能係大家印象中嘅川劇變臉表演，但係喺水底嘅變臉表演，相信就唔係咁多人有睇過啦。金粟蘭州嘅海洋公園近日就上演咗一場變臉表演。 表演者嚴慶平就話：喺陸地表演變臉已經需要花幾年時間學習，換成喺水下表演難度更加高。剛開始的話，這個學習的話難度還是比較大的。潛水變臉首先就是空白的，零接觸，沒有什麼經驗，先要學習這個陸地上的變臉，最起碼入門。表演者嚴慶平係一名潛水員，佢話之前見過變臉表演之後，產生咗潛水加變臉嘅諗法。 由於表演嘅環境有所轉變，所用嘅道具亦都有唔同。面具既要防水，又要保證演出嘅效果。水下變臉嘅話，它不可能就是說，跟陸地上一樣，就是說貼着臉，然後就頭盔，然後掛着個臉盤，用好的粘性的頭盔上面。衣服在水裡面嘅話，它浮力比較大，它會飄起來，然後我們就是說加了這些配重啊。由於喺水入面聽唔到音樂，需要有人喺觀眾區用手勢指揮，保持節奏。 嚴慶平希望透過表演，俾更多人了解川劇認識變臉。無線電視記者馬心怡報導。